第十个节目是于婷老师指导的爱冷气，今天是爱冷气们首次登台演出，看到他们相信也唤起各位舞者们尘封已久的回忆，第一次上舞台那种紧张与不安的感觉，最需要就是你们的掌声与鼓励，让我们欢迎爱冷气为我们带来的沙金曼舞。اسكندراني ده انا قلبي اسكندراني.